是到幺六级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大概就是幺五级，挖下去了，它挖下去还填起来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它幺五零嘛。你看它书面上知道应该有十二三米，对对，幺五零嘛，就是水，对对对。你看我得往这边靠一个深三级，它这个你爸要过来嘛，是吧？嗯。这边的坝段有200米长。那边没地方靠，就拐弯往这边的坝段有200米长，那么斜了。这边的坝段有大概100多米长，对，从这个位置，从我们站的河边到那个位还有100多米长，这个坝尖那里到坝尖。我拍个照片，这几棵树还比较特殊的。那棵树，拍了照片。它这样的就是说，左岸呢，这有个直沟汇口，我们那个坝也做了汇口以下，因为那个土坝还要放个坡，是吧？哎。坡脚还要离那个汇口还有点距离。Yeah.